车逼小车这个事情常常听到，不过接下来看看这个小车逼大车倒是很少见，而且它霸气十足呢。高雄有一名汽车驾驶呢，开车在行经凤山的一条小巷子，明明都已经快要到出口了，不过却被这样一名妇人呐，他骑着机车不断的闪灯按喇叭，就这样子一路逼他逼回到退回巷口。影片 PO 上网之后，这闪灯姐不屑的表情跟手势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开车转弯进入小巷子里，都已经快到出口，却突然出现一名骑着机车的妇人，直接挡在车子前方，开始挑衅。妇人不但一脸不屑的表情，还不断的闪灯、吹油门，逼着汽车驾驶只能往后退。这边可以过啊。明明车子旁边还有空间可以通过，不过霸气的闪灯姐硬是要把汽车逼退，不但来个闪灯连发，还隔空和驾驶比起了手语。实际来到影片中的地点，其实这条小巷并不是单行道，附近的居民说，大家走这条路的时候都会互相礼让，很少会出现逼车的行为。我知道哦，嘿啊，这么看你感觉这样好，就是不爱让的，对啦，应该相让啦。汽车驾驶把影片 PO 上网，许多网友看完之后，除了称赞驾驶的高 EQ， 也痛骂这名机车妇人有够嚣张。